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 Sir 吴启超老师，今天很高兴请到一位同学。Hello，Hello， 同大家唱翻首歌，研究一下我哋唱假音点样可以再做得更加完美嘅。咁好多人咧唱假音咧，唱出嚟个模式咧，听到嘅感觉咧系会系咁样嘅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将个假音唱出嚟嘅感觉系厚啲，冇咁薄，冇咁尖嘅话咧，我哋可以做多个动作，皱眉，一尽量将口腔打开，所以会变成个效果咧系咁嘅。I love you， 好。咁听上嚟咧，那个假音咧唱出嚟就冇咁尖啦，而且都厚咗，因为假声发声嘅位置个感觉系向后嘅，所以成段嘅唱法咧会系咁样嘅。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大家可以试试两个动作，皱眉加尽量将口腔打开，看看我假音会唱出来会比较实在一点。拜拜。